都黄。哎，这个的话，天天开心嘻嘻叫，应该是大海哥。佣兵、咒术、机械、杂技、打雕刻，一般。这个阵容呢，说实话，机械师这个点，不过上来抓咒术师啊，抓咒术师不好抓呀，你这一夹一个孤啊，对吧？你我真吃交互夹，一夹一个孤。海哥的一个个人牵制能力，说实话，这把追这个咒术目前榜一人皇啊，我甚至怀疑他这波翻窗是主动来吃的，主动吃这个交互夹，对吧？我吃你一夹又怎地呢？来嘛，谁怕谁？好了呀，这咒术是三成孤有了，相当于手里有把枪，转点了。雕刻家这边的话，再补一夹交闪现才能完成击倒，而这个闪现也不一定了。现在这把枪很关键，直接交大孤，一个弹窗加速拉开点，追求的是一个保下线，这边闪现直接过来，趁你还没有孤的时候想压一手交互夹也没有，完了。真的，这个咒术师属于是又难抓，而且抓了感觉也亏。再翻交互夹躲掉了，他先晃了一下骗你一手，然后再翻15秒以后下一个翻窗加速。当然这边都好像这个点翻完以后应该没什么窗了，这个夹也没有中。雕刻家现在已经陷入到了绝大的劣势，为什么呢？外面有个机械师，这个机械师现在开始爽修三台机，不止啊，现在三台半了，应该是密码机点开看一下，三台半了。并且现在追的还是这个咒术师，咒术师你追他是有成长性的，对吧？孤越来越多，底牌切传送，一波六穿了。别追榜一人皇，人家榜一人皇，再加上是咒术师，我觉得真的就这局打完以后，可能回头想想，早知道不追他了。他甚至可以留一个三孤在手里面，然后佣兵救完人，密码机差不多就好了，都可能没有第二波上挂，交个小孤再往前，能进交互的可以吃夹哎，感觉。那再交个小孤啊，再交个小孤，这边吃一夹，还差一夹，往前，好的。攒了个三姑倒地，攒了个三姑。雕刻家这边的话存在感又不够，机子已经压好了救下来。哎呦我天，这局一人带飞啊，一人带飞，真一人带飞。想想主要这个局现在都不是说是密码机点亮，都不是一个什么三跑局，这个局是个四跑局。你要知道佣兵这边手里还有个搏命，咒术师手里有把枪，对吧？这边操作机械师，还要操作机械师去把这边的门点开呢。机械师往下一走，哎，倒死角躺好，好操作王二去点门，对吧？是不是操作王二去点门？这边都还防一手传送落地，这里来找人，但是人全部拉开，那么机械师操作娃娃去把门先给点了，一轮伤害补上佣兵，防止你佣兵待会儿过来套搏命。而这咒术师怎么处理呢？这咒术师现在也蛮强的呀，娃娃已经开始点门了，咒术师这边已经靠过去了，佣兵手里的三护币交完了，留佣兵保一个可以的，机械师的话这边应该是可以交自己。就算待会儿投坟场有足够多的雕像把机械师给秒了，好像也不足以有时间去把这个机械师给挂了，再加上机械师旁边还有一个四孤的咒术呢，有的东西太多了，现在看佣兵能不能跳地窖了啊！现在看佣兵能不能跳地窖了。这里佣兵要走门吗？走门感觉有点难啊，这个距离太远了。机械师这边操作娃娃，咒术师不是吧你？看我的表情。